大侠，那花荣当然是，果然是你个狗贼！本来想收他为义子，可这孩子死活不愿意。老爷放心，我秦上城就算粉身碎骨，也定护他毫发无损。好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炸了有毒！张贤，药。花荣诚心实意恳请秦大侠出手相助，不过呢，秦大侠一向一诺千金，既然答应了，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小女子达成心愿的，对吧？你是说，你想假扮特使去查案？大人，我有武功，有阅历，还有帮死心塌地的弟兄，由我代替赵公子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再合适不过。秦公子勇气可嘉，只是这官场太过于复杂，再加上你对我的过往也不了解，万一……我了解啊。哎呀，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这一路上呢，我就当他的贴身侍从，一路从旁提醒，保证不会出现任何纰漏的。蓉儿啊，这又都是你的主意了。哎呀，爹，您先别管是谁的主意。你想啊，我和秦兄一文一武两相配合，不正好弥补了所有的不足吗？话虽如此，只是我们俩的行为举止相差甚远，恐怕不是你一两句话就能瞒得过去的。云明哥哥，这个你放心，我早就想到了，我定能在出发之前把他调教成云明哥哥的样子。从今日起啊，我呢就是你的教习师傅，你若学得不好，可别怪我对你。师傅走。蓉儿从小，不对啊，我是镇南王四公子，这吃饭喝汤理应有人伺候才对。花侍从，给本公子盛汤，汤勺跟碗不能发出声音。你是让我伺候你？花大人，怎么？你少来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？花大人，
哇，上瘾了是吧？我只是路过看看啊。爹，你们练习的怎么样了？很好，花小姐事必躬亲，亲作侍从，正为本公子盛汤布菜。哦，是啊。公子啊，喝汤。这样本公子可喝不下。来。那个看着不错。东西要用筷子夹住，别用手碰。换一个。公子慢用，东西噎死人。好吃。胳膊、手腕、头、后背，行。人家师傅教字都手把手的教，这我可学不会。快点写，想得美。姿势，挺胸，收腹，提臀，肚子，屁股，胸，胸，屁股。花大人，爹，怎么样？不错。短短几日，还真有点改头换面的意思啊。元明，你觉得呢？确实有几分相似。都是花小姐教的好。哪里，明明是秦公子学的好。花小姐循循善诱，从不棍棒教育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哎呦呦呦呦，哪里的话，明明是秦公子才智过人，一学就会，从不用我说第二遍。花小姐谦虚了。秦公子客气了。哎呀，看你们配合的如此默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爹放心，爹你同意了。先生。你们如此的煞费苦心，我怎么能说不呢？哎，春儿啊，我就将蓉儿和这特使令牌一并托付给你。你们要记住，一切小心为上，万万不可贪功冒进。花大人放心，只要我秦尚城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定护他毫发无损。先生，您就这么放心让他们去了吗？你还不了解蓉儿的性子，他认你的事情就是九头牛都搬不回来，若执意不允，搞不好他下一步就要偷令牌喽。可是放心，有成儿在呢。老爷，他就是个江湖草莽，如今披了特使的名号，怕是会得意忘形。成儿虽然有些不拘小节，但他绝不是那种贪功享乐之人。局，您有什么差遣，尽管吩咐便是。有劳夏先生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都是
是那火烧的呀，房子都倒了，里面的人想跑都跑不出来。冷静一下，冷静。大火是由爆炸所致吗？不是不是，什么爆炸呀，是那地震引发了山火，波及了我们。大老爷，你来查这事儿，是不是要破坏我们修房子呀？啊，对不住了，大人。我的天哪！那在失火的时候，你可曾闻到火油的味道？火油？要是有那么金贵的东西，我们还会过得这么穷吗？不过什么？我们现倒是有不少好柴火，就是路不好，运不出去。大人，要是能帮我们修条路，那就太好了。什么爆炸？火油？火油没有，麻油、菜籽油都是新榨的。你要不要买点尝尝？哎呀，尝什么尝啊？大人是来办案的。办案也不能耽误买我的油啊。行了。是。说，这附近我都查过了，除了几处烧毁的房屋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继续查，有什么线索即刻回报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这千金之躯，一场地震还累您跑这一趟。职责所在，应该的。哎，大人辛苦辛苦啊。哟，夏县城，好久不见啊。哎呦，掌柜的。哎，这位想必就是特使赵大人吧？哎，这位是我们县上最大的商号苏锦商行的掌柜。哎呀，小浩向来是最敬重赵大人这种年轻有为的贵人，今日啊，既然来到门口了，还请务必赏脸，给我们一个尽地主之谊的机会。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请吧，请。请大人，大人，请上座。赵大人光临，小浩真是蓬荜生辉。一点粗鄙点心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。不错。哦，既然大人喜欢，小人吩咐再做几份给您送过去。大人，您再尝尝，这是小浩新进的明前龙井。哎呦呦！哎，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。小人侍奉大人去后面整理一下吧。啊，区区小事，就不劳烦掌柜了。花侍从，过来帮我整理一下衣物。赵大人请。小姐，他们来了。表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家的商号。哦。看来苏小姐是故意让掌柜引我们进来的。金公子果然聪明。你突然来这儿，不会是我爹他们？你爹他好得很，花伯伯只是不放心你，又得知我们苏家的商行在这里有分号。就让我来看看你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次我来呢，会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。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就来这里找我就是了。如此，真是劳烦苏小姐了。表姐，得知县城清苦，特意捎来一些日常吃用之物，还望秦公子不要嫌弃。苏小姐真是心细如发，体贴入微。公子说笑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换个衣服换这么久，不怕被人发现？走。哎
哎呀，这大商号的掌柜啊，就是财大气粗，一出手就送了这么多的好东西。谢谢，万分感谢。大人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先告辞了。哎，慢走。快，还不赶快拉走？来，大人，请。快快快快！大人，小的今天可算是沾了您的光了。客气。收了这么多的好东西，哎呀，苏锦商号绝对是头一号。大人，进来吧。大人，大人，小的给您送洗脚水来了。你还没回去？啊，县城大人吩咐过，要好好照顾大人，小的不敢怠慢。哎，我自己来就行，你下去吧。哎，行，小的就先告退了。怎么亲自出来了？哎，你有何需要，吩咐小的就好了。没有，我去趟茅房。好，那我帮大人带路。不用，我认得路。哎，大人，那个，我帮你打灯笼吧。这天黑路滑的，您别摔着了。瞧。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屋里多了个大活人都没发现，若不是我出声提醒，花大侠怕是此刻都被看光了吧。少啰嗦，这么晚来我房间你要干什么？来找你秉烛夜谈，分析案情。今日调查了一天都没有收获，分析什么？如果我有新的发现呢？什么发现？刚刚出去溜达了一圈，这么晚，可我无论在哪儿出现，都立马会有人出现伺候。你说这奇怪不奇怪？你是怀疑？这县里到处都是眼线，咱们已经被盯上了。那你还这么晚来找我？我这不好心提醒你吗？若方才我是对方眼线，你这么粗心大意，咱们就全暴露了。好，收到了你的提醒，回去吧。这可不行，通过刚刚的考验，我发现你江湖阅历太浅，武功又不济，若真遇着歹人那怎么办？所以呢？所以，我决定今晚留下来亲自保护好你。虽然有点吃亏，可谁让我答应你爹了呢？看吧，我就知道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有眼线被盯上，我看你就想趁机图谋不轨，马上出去，不然休怪我不客气。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不用客气。起来。别，干嘛？出去。跪下！看什么？跪下！一点不知道轻重，来，过来捶捶。好好捶，捶不好今晚就别想睡了。是。有事吗？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听见有什么动静。一场误会。一场误会。误会。赵大人御下有方，小的实在佩服。那就不打扰大人管教手下了。
鬼累了吧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直接嘴吧。嗯。你看我没骗你吧？我们这一有动静，马上就有人来了嘛。说到底，还是花大侠机智过人，我一个眼神，你立马就明白了，不然哪儿混得过去啊？结果余生，咱们庆祝一下。花大侠才智过人，智勇双全，在下心服口服。我敬你一杯。花大侠要是还是不消气，我也只能跪下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我惹恼了花大侠，自愿在这下跪受罚。花大侠若是不消气，我便长跪不起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我不怪你，快起来！真不怪我了？我真的不怪你了。那你亲我一下。那你跪着。行，说正事儿。花大侠这么聪明，能否帮忙分析一下？今日献民的话有几分可信？政策完全一致，挑不出毛病。哎，不过你不觉得就是因为太一致了，所以反而才会让人引起怀疑吗？英雄所见略同，来，喝一个，喝嘛。当时事发突然，就算是地震，又岂能人人都知晓起火的原因？可县民们众口一词，像提前备好的一样。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有人提前安排好教他们怎么说的。哈。可临县的城报就摆在那儿，撒这种欲盖弥彰的谎，图什么呢？其实之前也有过火油爆炸的先例，但都是发现了暗藏的油矿。火油是重要的军备之物，所以王爷才会派我爹来特查此案。这么说的话，如果在这里没有发现油矿，却发现了大量的火油，那事情就大了。怪不得他们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行刺特使。哦，这个险果然水深得很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不气人的时候，还挺可爱的。你不耍赖的时候，也没那么让人讨厌吧？以后少生气。以后少耍赖。喝酒吗？不就是这样喝的吗？喝完这杯别喝了啊！你看。公子，您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啊？啊，是吗？我们就随便看看。哦，随便看看。好，走啊，小姐。走。老板，您上次订的香囊我已经绣好了。好嘞。小月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子，您认错人了。哎，我是小回啊。公子请自重。迷妇不曾见过公子。确实我们认错人了。我这弟弟思念旧友成疾，才会乱认人。
还请姑娘见谅。小辉，走吧。小姐，小姐，那个真的是小月姐，她在月房救过我，我认得她不会有错的。我知道，可是你想啊，县里眼线众多，她又不敢相认，定是有所顾忌。眼线众多，我们回去再想想办法，走吧。哦，哦。花是我就跟着你行侠仗义，剑走天涯。江城，干！只要你平时调戏我，我今天我就要调戏回来。樱花呀，莫言风，飞正啊！没想到你平日看着矜持，喝了酒竟然那么豪放。不过也不能全怪你。谁叫我那么迷人？你的反应虽说疯狂了点，倒属正常。我就大人有大量，接受你的道歉。谁要跟你道歉了？你不道歉，你过来找我干嘛？哦，对，差点忘了正事。我刚刚在街上碰见小月了。小月？嗯。这么说。小月也是黑龙帮的人。嗯，小辉跟我说，他刚进月房的时候，小月就已经是花魁了，而且跟黑龙帮的人往来密切。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你还记得吗？黑龙帮堂口埋藏了大量的火油，这边陲小县火油刚一爆炸，黑龙帮的人就来了。这怕不是巧合那么简单吧？八成又是黑龙帮搞的鬼。可是，小月不肯开口。线上的人又都串通一气，我们从何查起啊？苏家商号在这儿经营多年，或许你可以找你表姐帮忙。要去你去，正好她最近对你也上心得很。说你聪明吧，还真是不开窍。有话直说。你难道没发现，只有你在的时候，你表姐才对我好？啊？她对我根本不是真上心。他只是借着我跟你较劲。他跟我较劲干嘛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这招挺有效的。你确实吃醋了。谁吃醋了？好，说正经的。他就是一个任性大小姐。咱们现在有事求人家帮忙，你服软红红的。凭什么我服软？我不去。我去。我问过店里资历最老的伙计了，从没听说过黑龙帮。不过，我会派人继续打探，也许会有新的消息。那，多谢表姐了。你自己也长点心，别让人家秦公子每天办事之余还得分心照顾你。我用得着他照顾？哎，不敢，都是花小姐在照顾提点我才是。不过辛苦苏小姐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还请立即通知我们。不辛苦，秦公子每日照顾蓉儿这样的顽劣丫头，才是真辛苦。
小姐，人带到了。这么急着找我们，可是有线索了？没有线索，你们也不用再查了。袁明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牵扯江湖黑帮的事情你都敢插手。若不是我碰巧得知青青在帮你们调查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这不是想等调查清楚了再告诉你也不迟吗？还要查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袁明哥哥，他也是担心你嘛，连夜赶了山路，怕是路上毒性复发了，身体不好就别逞能嘛。快来坐下。算了，我也备了马车，你们回去收拾一下，今晚就跟我回去。那这怎么办？先生会给父王上书，建议他另派特使再来调查。这件案子本来就不关你们的事儿。我不走，好不容易查出了眉目，要是现在走的话，就是给他们销毁证据的时间。那些江湖黑帮心狠手辣，所以才更要查。不管他们连根拔起，我们永远都过不安宁。你这是在拿自己和同伴的性命开玩笑。可是好了，你们别再吵了。秦公子，你帮忙劝劝花荣吧。我与花小姐早有协议，要同进同退。她如今要留下，我自然不走。什么？黑龙帮那群宵小，我早与他们交过手，根本没什么可怕。只要有我在，定能护住花小姐周全。可是我……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坚定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蓉儿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单独跟你聊聊。啊？哦。袁明哥哥，对不起啊，害你们担心了。我知道我在你心里一直是一个不懂事的妹妹。蓉儿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从小我关心你，不想你冒险，不仅是因为咱们俩青梅竹马的情谊。袁明哥哥，你快看这个月亮好圆。蓉儿，我喜欢你。袁明哥哥，你也会开玩笑了。这不是开玩笑。当年我在花府学艺，你开朗热情像阳光一样耀眼，那时我便对你倾心。只是你年纪尚小，我不好开口。这次我得知你可能遇到危险，我真是五内俱焚，所以我决定不再等了。这次回去我立刻就向父王上书，让他准许我们成亲。这个是我娘留给未来儿媳妇的玉镯，请你收下，全当咱们俩之间的信物。我不能收。袁明哥哥，从小到大我一直把你当成兄长，只有尊敬仰慕之情，并非男女之情，所以这玉镯我不能收。